虚实整合，感官新享宴，智慧球场观赛多视角，虚拟职训专业再进阶。像我们工业的机台，其实它都是不能停下来的，或是医疗场域也不能让你揣揣看。其实我们就可以先建构一个虚拟的场域，就可以去做完整的这个训练。你可以透过手机在看赛的过程当中，那每一个球员头上就会有他的名字，他的战斗力跑来跑去。AIoT 打造声控智慧宅，迎接更好 5G 大未来。锁定华视波特曼谷 5G Go。